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早安，欢迎再度收看《飞跃十倍》速节目，我是云达投顾蔡一章。那么今天是礼拜二啊，好了，台北股市今天呢直接开高，那目前为止还是翻红之中哈，现在涨38点了，也算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。那么我说这个完全在我的预测之中，你相信吗？因为上礼拜也就提到说，这礼拜一、礼拜二势必会反弹的，这个都有证据的哈，这个等一下拿长城稿给各位看啊。当然了，今天会反弹的话，大家还是会归功于这个美国股市哈，昨天大涨哦，因为昨天道琼就涨了184点啊，那么涨幅高达0.9%啊。那另外 Nasdaq 啦，还有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的，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，昨天涨了12.55点啊，不要小看这12.55点啊，因为它的幅度高达1.3%啊。换句话说，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涨幅呢，超过道琼啊。道琼涨了184点啊，幅度都还不如费城半导体指数的，所以呢，也这酝酿了台股今天呢确定反弹的一个格局。我认为今天收红的可能性也会相当的高。其实我在上礼拜五哈在解盘的时候呢，就有提到过，这礼拜一、礼拜二就会反弹了。那昨天的反弹呢，有点不甘不脆，是早盘呢一开始就反弹，反弹在先，然后呢有点虎头蛇尾，后来啊还好啦。好，从中黑也拉到就是变成小黑，不过这个也酝酿了今天台股呢也会持续的往上反弹的可能性啊。所以呢，我必须要讲啊，今天因为本来就是有一句预测在里头的，我也不知道美国股市昨天会那么大的红啊。但是呢，你想想看呢、啊，这个是不是代表是说是可以预测的？因为早在上礼拜我就预测到这礼拜一、礼拜二会翻红、会反弹的。那当然，或许大家想说，那你注戏也因为 Vigo 国企会这个是大涨的，所以呢促成今天的反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因为当时在做预测的时候呢，美国股市如何如何，因为只知道是说美国呢这个一会儿是投下了炸弹之母在阿富汗，然后意在警告北韩。那北韩呢最近来讲话也搞的就是跟美韩之间呢、啊，美韩跟南北韩之间来讲的话，就是出现了可能哈、啊、战争会一触即发的状况。这在过去两天呢、啊，报纸是用头版头条来做报道的。好，啊也因为这样子哈、啊、的情况之下呢，美国股市竟然还能够哈、啊、出现大涨的格局啊，或许会让很多人呢、啊、出现意料之外的一个的情况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在预测来讲的话哈、啊。其实尽量哈把这方面哈也含括在内，但是呢，很多事实上啊是没办法完全预测到的。我怎么知道美国到底会不会跟北韩打起来？因为说实在，尤其在一个多月两个多礼拜前的时候呢，我也不知道会有后面那么多的国际的这个军事冲突可能会发生。但是纯粹就技术线来讲话，我已经做出了如此的判断。换句话说呢，本来嘛。就算你现在国际的军事冲突不会发生好了，就算有发生没发生都不是重点，但是呢，技术性早就已经判读在先了。各位了解我意思吗？因为技术性早就在一两个礼拜前就在9976之的那个时候呢，我已经大概有就预测到后面的事情了，后面台股的走势了。然后那时候呢，北韩呐、啊，或美国跟南韩之间的话，还没有这么多的一个，这么多的酝酿那个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。好了，不管如何呢，现在台股呢，现在9:34了，当然现在涨37点了、哦。我们各位看一下哈，这是4月18号，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讯息。好，早上8:38，我们原来就预测哈，这两天台股会将会反弹的。昨天晚上呢，巧遇美国股市大涨了184点了，更是助长了台股反弹的可能性。但是9800还是跟各位提醒啊，高前杯哈，9800哈已经是障碍了。请留意。所以呢，反弹你不要以为说这一次哈、啊、又要打大盘要准备往上攻啊哈，没可能哈、啊。现在9800已经变成障碍了，请留意。我们不排除呢，趁这个机会呢逢高获利下车。当然了、哦，我这个写哈、啊、一定会做到的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写了，说谈就谈，对，今天真的说谈就谈起来了，说赚就赚，也的确，我们今天赚了、哦，像这个地方写说做多什么赚了，做空什么赚了，的确。
这不是跟你空口说白话，也不是跟你纸上谈兵，是真的有赚到钱了、啊。没有真的赚到钱的话，写上去哦，我觉得就变丢脸了哈。那么但是呢，文写上去就真的会做到的。的确，你等一下看下去就知道我们今天如何的获利下车，看下去自然会知道。我们先看到这昨天的很难搞。昨天是4月17号，昨天是礼拜一，跌了16点啊。那么各位看到哈，好，最近这几天呢、啊，报纸媒体呢的国际焦点呢，几乎都是在朝鲜半岛的军事战情的升温，于是让台股的下跌呢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理由。但是呢，试着问各位哈，如果你去除掉这个国际军事变数，难道台股就不会跌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判断还是会跌的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们这一段路以来准确的预测台股的下挫，一开始我们可没有把这个理由，也就是这个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，我没有考虑在内的。一开始我们不可能未卜先知的就考虑在内的，所以呢，很显然就是说，单单就技术面的理由就足够造成台股的波段修正了，所以台股这一段路跌的也不算冤枉呢。好了，那上礼拜我的传真稿当中呢，曾经做到两个预测，第一个就是周一二将可立刻见到反弹。好啊，的确今天不是反弹，那么我请问你现在是什么哈？好，那第二个的话，短线可靠的支撑在9656。好了，我们先看这个地方啊，就昨天啊，整个台股的走势过程，这两线预测准确性极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这个第一个周一二将立刻见到反弹了，我们先不要讲今天已经确定反弹了嘛哈。那礼拜一来讲的话哈，昨天一大早呢就见到了反弹，一度涨29点，随后虽然下跌，但是也由中黑拉到小黑，昨天果然见到了反弹味道。而就后向啊，就是第二个，就是说短线可靠的支撑在9656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写好。那么昨天最低点在9670。啊，是不是很靠近我预估的9656？9670跟9656差多少？是差14点。而且你要知道，昨天会跌到9670这个位置，在上礼拜五我就提到了9656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哈？我在上礼拜我就提到了9656，啊，昨天最低点就是来到9670。所以呢，如果就这个逻辑推估下去的话，明天了，台股还是会继续向上反弹。你看，我写的如此的斩钉截铁，啊，台股会再继续向上反弹。今天真的反弹呢、啊，只是维持我在上礼拜我的预测。目前台股指数哈，压力线已经降到9800了，在有限的指数空间，如何赚取高度的股票利润，这是一门学问。好的，这个地方我提到一些预测，尤其在上礼拜五的做的预测，就是说礼拜一、礼拜二会反弹啊，结果呢，你看反弹真的给你看哦。我刚刚念的是昨天的传真稿哦。昨天我可不知道说美国股市昨天会大涨哦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本来就台股的本身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结构来做判断的话，我已经做出了如此的准确的预测了。好了，那第二个的话，在上礼拜我也做出了一个数字的预测，就是说指数如果压到9656的话，会出现一个反弹。那昨天最低点就是来到9670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可以看一下哈。昨天杀下来之后呢，杀到最低就是9670，那9656在上礼拜我所写的，我们各位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哈，这个传真稿有没有带过来啊？这上礼拜五所做的预哦，你家在这里，好，各位看一下哈，在上礼拜五4月14号，啊，你没看到？就现行结构判断的话，目前短线比较可靠的支撑是在9656，结果礼拜一就在跌到9670，还差了14点而已哈。到时候呢，将会见到薄弱的反弹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自己看好了。我上礼拜五所说的预测就是9656，结果在昨天来的话，最低杀到9670，只距离14点。后来拉出一根下影线，来到9716收盘。现在来的话，今天最高已经来到9771了，距离昨天的最低点已经距离100点了。你看是不是真的有出现反弹？但是哦，麻烦把这句话整个哈、哦、把它看完好了。虽然我练过哈，好，所以呢，我这个地方再重新练一次哈。就现行结构判断的话，目前短线比较可靠的支撑在9656。好了，现在看一下，这是礼拜五4月14号上礼拜五的传真稿哈，在9656附近，到时候呢将会见到薄弱的反弹，
而且越早跌到这个位置的话，所获得的反弹力会越大。的确啊，昨天就礼拜五才刚写完，礼拜一昨天就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哈，所以呢就见到一个不错的反弹了，这个反弹力也会越大，但是到时候呢抢个短多切入买股票必然是有利润的。也的确我们昨天就有买哦，我们昨天真的要买股票、哦、好啊，当然如果说真的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就拿证据给我看了。但是、哦、如果放大就整个波段来看的话，不管台股今年要不要三万点，我告诉你光是跌到9656还是不够。各位了解，你越是低头的话一旦抬头力量就会越强，但是呢低头低得够吗？你觉得吗？好，觉得是如此吗？9656也好，或昨天的最低点9670，好了，我们先算到9670，这波目前为止的最高就是三月份的9976，9976跌到昨天的最低点9670，亲爱朋友，按你写到寡嘴，到头三八点，那请问你觉得啦，跌300点算是够吗？跌300点算是够吗？我相信，如果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号，很多人可能会立刻摇头。因为在过去来讲的话哈，只要台股你想上万点的话，一个多头的修正再拉杆停腰直接破云霄来到万点，通常这个下来这个修正你不是300点400点500点就能够算是了结得了的，因为下来深度越深通常反弹后坐力就会越强。但是呢如果说以现在来看的话，你自己看嘛，9976你家啊，昨天9670你家啊，那38点你认为啊，那也被公开到10000点了、啊、我告诉你门都没有。我昨天还写啊，今天早上也写9800，目前都已经变成压力了啦，你不要去想说什么9900了，9900都不用了，现在连9800都压力了。为什么？你现在9800在这里，我看试着哈能够把它拉出一条线哈啊，给各位感觉一下哈，9800在这里。好，我现在画给各位看，就这条白色线大概就9800的位置。 OK， 9800你现在不要看这三天哦，你看这三天之前这一段日子哦，你看9800是不是都是支撑？好，都支撑。但是呢来到上礼拜五4月14号那一天来讲的话，股价看得愣了，脚都软掉了，那下来了，下来的话那9800还算支撑吗？都已经被你跌破了，已经不叫支撑了、啊、那既然能够下来的话，就等于是说你从这个上面的天堂呢掉入到，我不敢讲说地狱，但是掉入到另外一个时空境界。那换句话说呢，这条线过去是地板，你现在就变成天花板了、哦、所以才跟你讲是说哈，现在来讲话指数如果能够到9800都变成阿弥陀佛了，都不还干单了呢。好了，现在讲了半天了，都在讲大盘了。当然了，我这个地方说啊，说谈就谈，说赚就赚了。我们这两天呢、啊、当然做到什么呢，就是说做多特斯拉概念股赚，而高空股郁金光也做空的哈，也是赚。你不要以为跟你这些白纸黑话乱讲，那乱讲一通哈，说了就要做到哈。我们先看这档股票好了，4739的康普。好了，康普哈、啊、以今天来看的话哈，你现在看了、哦，这几天有没有涨？台股是掉下去哦，它是涨上来，昨天还能够涨到这么多、哦。好了，那请问你哈，你先看一下今天最高多少？56.5。OK， 没问题吧？56.5，现在多少？55.9。亲爱朋友，你看一下哈，4月18号就今天呢，8:39呢，还没开盘呢，建议康普473956.3获利下车。啊，当然成交，今天最高都已经跑到56.5了，更何况早盘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我们都已经算成交了、啊、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刚好56.3啊，下去之后呢再拉杆停腰再冲上来到56.5啊，跟顶阳一样。好，就反正呢我们今天不管你早上卖掉也好，或者是后面稍晚一点卖掉，都是卖掉了，因为今天就挂56.3了，最高56.5算是卖掉了。这档股票呢在4月13号的时候呢有跟各位提哈，你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了，4月13号在上礼拜四的时候呢，你要怎样多的宝宝列款，4月13你家哈，你家哈，你要你家被高撇位哈，10之8/9都会掉下去哦。我们再把那条线呢去掉好了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。4月13号上礼拜四啊、哦，
你要买股票，你看大盘，这是加权指数，大盘都掉下来哦。但是那天买股票，其实真的要有技巧的。你看一下，4月13号买康普，那写的是特斯拉概念股，那电动车需求升温，哈，还有首季营收年增29.29%，反正基本面一定要有，没有基本面，我买起来还是蛮心里发毛的哈。好了，不管如何哈，买了就是想要赚。对不对啊？不然的话，我建议会员买干嘛？就是希望会员能够赚得到钱啊。好，4月13号呢，看完之后呢，昨天是4月17号喽，没问题哈。你看有没有拉得很高？昨天大盘是收黑哈，昨天大盘收黑啊，4月17号是收黑啊，大盘收黑啊，但是它却是拉到半只停板以上，收盘已经来到55.3块了。特斯拉概念股 ，OK。看完之后呢，你再看这昨天4月17号，然后再看到今天4月18号之后呢，我们已经挂在56.3块，再来加欠本比较淡的啊，我们再把它拉近一点。今天早上还没开盘，9点才开盘，8:39已经收到讯息，56.3块获利下车。然后呢，各位看一下，如果说以这样子来讲的话，今天有没有获利下车？因为今天55.7块，今天最高56.5块，我们挂56.3块获利下车 ，OK， 收工落袋为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写了这句话：做多特斯拉概念股赚，说谈就谈，说赚就赚，你懂了哈？接受了吗？会不会想跟我操作呢？当然非常欢迎的，因为我还没讲完呢，股票还赚钱的，还有后面还没讲完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立刻回来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并达恐怖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，立即搜索“飞跃十倍数”或扫描 QR Code 加入，让您掌握标股获利加速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运达投顾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，立即搜索“飞跃十倍数”或扫描 QR Code 加入，让您掌握标股获利加速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，要带大家远离尘嚣，嘎嘎嘎，蚊子这么多，小心感染登革热。大家一起来清除滋生源。盆栽底盘、宠物饲料容器要经常刷洗干净，避免蚊卵附着。屋后沟、屋顶排水槽每周清理，不阻塞。菜园储水桶要加盖，不使用的桶子要倒置晾干，避免再次积水养蚊。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。预防登革热，清除滋生源，大家一起来 ，Action！各位好，欢迎回到这个飞跃十倍速现场，我是蔡宜章。现在时间呢是礼拜二早上9:48:50哈，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了。现在台股呢现在涨35点了，今天最高是涨54点，最高根本连9800点都碰不到。我已经在上礼拜五就预测到了哈，应该不是讲上礼拜五啊，好了，就算上礼拜五好了，预测到说这礼拜一、礼拜二反弹，除此之外，现在目前的高点恐怕都过不了9800。而且我告诉你哦，就算你9800过得了，麻烦你先站在卖方，好不好？因为9800过去是地板，现在可能会变天花板，暂时性的，不是永远的啦。但是呢，在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，就是地板9800这个地方。但是经过上礼拜五4月14号这样一垮，
现在9800反过来从地板变成天花板，所以呢，使得台股指数再冲上去就变成非常有限。现在指数呢没办法拍拍巴的一零过三的，要想过9949，也更不用想过9976，那当然10000点也暂时来不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今天也会做出见好就收的动作。像刚你看到是今天早上，好，4月18号8:39还没开盘的时候，我们就写了康普4739这个代号。56.3，56.3，好，你看写的多干净，也不会什么写的56.3附近，好，56.3什么上下几档的，56.3就是让你挂563获利下车，好，也不会什么出一半的，出1/2，出1/3的，出掉就出掉了哈，不要那么拖拖拉拉的哈，拖拖刷刷哈，出掉就出掉了，那当然也要能够出得掉哈，出不掉的话，我会继续追踪下去，今天最高就多少，就是56.5，56.3当然出掉了。现在是55.5，那不关我的事了，反正我出掉了就出掉高点就对了哈。还有呢，当然这是属于特斯拉概念股，这已经讲过了哈。那么在昨天来讲哈，又有另外一档的特斯拉概念股，各位看一下哈，是4月17号，昨天哦，昨天哈，昨天呢 ，F 茂联这档股票呢，一样是属于特斯拉概念股。那为什么呢？营收基本面也是很漘亮的，3月份营收月增24.23%，单月历史新高，哦。单月历史新高了，阿内我也是算是哈，没有买的话就变遗憾喽。所以给他买下去的，昨天一大早178，这条红色的线就178，买完之后呢，它还有掉下去，没关系，只要欠本你要带你完了178的被178了。呵，这个呢11点过后开始发动攻击，拉拉拉拉，一直到越拉越高，拉到184块钱收盘。哎，东刚被178收盘184，你看呢、啊、这样的获利空间有多少了？当然，如果说以现在来看的话，它倒没有什么表现了哈。现在是183.5了，但是我们昨天是178哦，现在183.5也是获利之中哦。我老爸就可以给金马安公，我们下车好了，获利下车也是赚钱哦。现在184哈，好了，讲到这里的话，哎，还有一个还没讲，在这里有做多特斯拉概念股是赚的，讲了赚，我们今天不是有赚了吗？也做出获利下车了吗？啊，当然手中还有其他特斯拉概念股、哦。啊，另外一个是做空的轧空股玉金光也要赚啊，啊，不然的话写这边是写下心声还是下 kimoji 啊？各位看一下哈，啊，没有赚的话，不写的就去写的，写起来不是怪怪的吗？你看哦，4月11号的玉金光写个空在那边，就是这一天空的。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玉金光这一波以来是多么的轧空的力道，多么凶悍，看得很清楚哈。好了，但是呢，总是会有。曲终人散，也不要讲曲终人散了，总是会有一个相对高点的地方。目前这一波最高点是在哪里？不是这个哦，这333哦，这个啦，334啦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把时间拉回到334那一天，就是4月11号。偏偏我就4月11号开始讲的，写出了所谓的330密码战，讲了哈、哦，不是没说哦，说了。说的你也要希望你可能听得懂哦，我也不怕你半路跟车哦，但是你要跟车要跟得漂亮哦，不要以为说哦啊4月12号马上拉上去了428了，这啊我的小欠本你要带你好328啦好328330密码站待续，我这样拿出来讲，4月12号讲完之后是4月13号，隔天哦，隔天我就写了一大早9:03立刻写，今天还是站不上330空单续流，继续给它避险下去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看4月13号那一天最高3个点，331、331、331，三次给你过不去，过不去杀下来，最后收盘318过后，4月14号收盘变316，15号、16号是礼拜六、礼拜天。17号就昨天杀到收盘302，最低是多少？3296，你看杀的够了吧？好，这样我一天天给你追踪下来，好，我也不怕你在阳光之下来检视我。4月17号看完之后呢，哎，我们看一下今天好了。今天呢，玉金光呢现在多少？301，啊，今天最低多少？297，啊，跟你讲这些干什么？现在目前为止301，现在补吗？你看一下好，我们说已经补了，真的有补啊！4月18号，就今天早上8:40你家，阿北可以补啊，玉金光空单298获利回补，就挂在那边等你。298，今天最低多少？你看一下，297，我挂298可以补得到吧？没问题吧？当然换空就希望它跌嘛。
天最低297，我们挂298，回补收工，落袋为安了。亲爱朋友，会不会有点是鬼使神差、鬼斧神工？但是呢，就真真实实的操作，不管是康普的获利下车、做多的获利下车，或是玉金光的做空的获利回补，今天一次收工。啊，当然手中还有其他的特斯拉概念股，继续给它赚下去。看到这里为止，还需要再说什么呢？好了，不管多说，还是要跟你讲这一点哦。你可以这样子哈，你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好心情来跟我们操作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子的做选择。如果你喜欢操作中高价位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是飞跃家族；如果你喜欢操作中低价位的股票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是倍数会员来跟我们操作。啊，当然，你高价位的、低价位的、中价位都操作，你可以选择是持股兼具飞跃家族跟十倍数会员股票的超级双响炮。这目前是电话询问度比较高的，因为他们都想做啊，中高价位、中低价位都想做啊。好了，啊，电话在哪里呢？在广告中了，请您自己主动拨打到我们公司来，我们自然会有先生小姐来为您服务的。祝您今天股票操作顺利喽，谢谢您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社团成立了，立即搜索“飞跃十倍数”或扫描 QR code 加入，让您掌握标股获利加速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轴轮精细的刻痕，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；不分昼夜的运转，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。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，斟酌每一个环节，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。因为珍惜托付，所以全力以赴。韵达投顾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